导入电子签核流程，员工怎么填单，主管该怎么签单，输入账号及密码，点选登录，选择电子签核，点选新增，选择填写表单，选择签核流程。以此张价单来说，先输入主旨，再填表单内容。确认签核者及签核流程，点选立即传送签程。主管输入账号及密码，点选登录，点选该笔签程。移到下方签核决定，可选同意、不同意或加签给其他人。主管签核完后，可点选签核记录查看该笔签程。